到斯卡纳主场了，浑身颤抖了吧？斯卡纳每次补攻附带一层震颤效果，在敌人身上填满被动层数，可造成持续伤害。斯卡纳的 Q 技能是掀起一块大石头，强化补攻，然后把石头砸到敌人身上，造成减速。他也可以立刻释放第二段，扔石头砸脸。W 技能是在脚下引发地震，造成范围伤害，并获得大量护盾。D 技能是向鼠标方向勇猛冲锋，可以无视地形。他还能擒爆猎物，撞上墙壁造成眩晕和伤害。毒刺拖拽，熟悉的味道来了。斯卡纳的大招可以压制最多三名敌方英雄，你没听错，三个。压制的同时，斯卡纳依然能够带着猎物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无处躲，无处逃，你被蝎子盯上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Feel my sting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Feel my sting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eah.